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好，第三弹活动已经正式开始啦。然后像《红旗》《绝望的未来篇》啊，《神之愤怒》的后续关卡也通通开出来了。那么这一轮的 Supporter Member 里，也就可以拿得到了啦。那么这边的话呢，它最后一关是 Versus Gatai Zamas， 然后有两轮战啦，集资跟集体。然后他的任务的话啦，就是时空穿越者，超 hero， 还有最后的一条就是气回合内通关啦。那么这一轮的话就不以无道具为挑战啦，而是以三条任务一起解看看，看能不能解得过去啦。那么队伍方面的话是组了这么个样子啦，时空专业者再加上超 hero， 老实说这个类别啊，可以下的角色不怎么多了。我觉得大特算是还蛮重要的，如果是有抽到的话。OK， 那么可以放进去的角色大致上就是这一边。然后这张的话，可能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。因为面对未来篇的敌人啊，他直接会有高确率的回避能力，可是因为我这张是开路数不够了，我也不敢把它给带进去。那么这张减伤够顶的大特，然后属性刚才是有看到的是集资先，然后再变成集体嘛。隶属的角色其实我还蛮想要多带一点的，可是这个就是 filter 出来的角色就这一些。啊，不内太危险了，所以就算了。慢就尝试看看这个队伍，看有没有办法解。老实说，如果是没办法的话，然后就分成几次来解看看好了。那么 supporter memory 这一边，当然也是要带着的。要带水笔，要带什么比较好？那个就多多狗。这个的话，这个我还没拿去升。战斗开始，两体以上 10% 攻防上升也 OK， 有一点点的上升也不错啦。那么就直接いきましょう。70万哦 ，OK， 这个顺位好像还行，还不错。那么合体ざますよ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不得了的东西，全体攻击在一号位，我买，然后一定以下的 damage zero， 你死了，30万、57万、27万，克数。应该是让克数的大特上去比较保险吧。然后二号位的那一个是57万，哇，这边我看我直接开道具会比较保险吧。哇，这个反正就买奖能不能撑得住呢？一开始就这么大难题给我的吗？我要死我！可是如果要开道具的话，我就不应该是这么个方法了。大特我就应该把它放在二号位才对。多死哦呢！哇，先开吧。超麻烦，这边真的是超麻烦。我靠！一来哇，还好有开，30万40%减伤，加上克数。17万 ，OK， 后续扛得住。然后卖家，还有没有增加攻击啊？955万，妈被降攻了，要不然可以破千万输出了这一下。有大特好像还不错。大特站在一号位就是这个样子的场。靠，900万，可嘞，いけるいける。好啦。我980万，必定会行面对这个敌人。OK，Nice。哇，这个十万拉西，这个火力，可以。
哎，这个完全就是在我们接受范围内，很棒。319啊，哇，麦讲你也很用力喂，彗星啊，没有，我靠，300万没有彗星打不出伤害喂，就他妈的，300万的火力没有彗星打不出伤害是什么鬼？哇，妈呀，这么这样子，哇，真的是也太鸡碎了。啊，どうしようね，これ。因为北极大父子肯定是要调整去下一轮的啦。OK， 好。それと，好。最后，不是很理想，但就啊，现在有40%减伤，应该是 OK 吧。我靠，又先攻，呀没有，回避成功，没有被降攻。可是这个全体攻击就，我靠，28万，你要秀，也太痛了吧，哇，哎，这个关卡北极都在这边好像，难受哎。北极豆打没打？北极豆好像不能放在这个位置，完全就扛不住，哎，完全就扛不住。如果是目前，我靠，就这么点，你们打不住伤害是怎样？像这个300多万应该是无伤的吧？毕竟被克数，除非彗星了。OK，nice。然后375万。OK， 所以再来两下，慢，至少就扛得住。哎，这样子好像我没办法喂。这样下一轮应该也是要开道具吧？我靠，北极大父子完全没有火力啊！而且这个是头两回合还有那个 supporter member 力的关系。哎，你们虽然说很努力了，但是就你知道吗？你连一滴伤害都造成不了。好啦，都是哦。啊，大特跟大特哦，连不到哦，我要修，这样可能就只能这么个办法了。可是大特站在二号位，他的那一个才可以追到完吧？四回合没有，好像啊，对了，站在二号位啊，要站在二号位。算了啦，道具先开了，我们就想尽办法呗。OK， this， 我接。然后70%减伤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个足够强悍，我相信你。哎，9万被扣9万，啊，还行，还在我们承受范围内。然后这一轮应该是有办法把敌人给灭掉吧？啊，少掉埋将的辅助啦吼，哎，这个火力就完全下降了。不过有必定彗星倒还不错啦。OK， 没有被降攻就有千万的正常输出出来，随啦。不过道具我已经给我花到这样子的情况下，后续可能会蛮难收的。OK， 摩托。686万。哦，不确定等一下能不能扛得住，尤其是北极到父子那边，因为血量现在是被压到一个非常低的地步了。北极到不如这边的话，是 OK 啦，他必定回避嘛。这样就你在一号位啦，必定回避。哎 ，nice。哎呀，差了一点点，好可惜，我算了，都没办法。OK， 有，然后这边这个样子，嗨，妈呀，全部必杀在前头，好难搞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然后现在是接下来就是五道具的奋战了啦，会很辛苦。658万，我已经没有全体攻击到还行。啊，别激动，我们
不够给力啊。不过等一下站在二号位应该是可以的，然后下一轮北极大父子也是可以把主动技给开上来。哎哎，491万，然后再下一轮啊，吼，这一个北极都就可以合体，应该是一个绿卡呐。妈妈妈，这边就先尝试一下呗，都不确定。那等一下大特的话，应该是给他站一号位五连必杀的那个追求那个五连必杀的可能性啊。对，其实上一轮我摆错了，反正竟然都是要让他们补道具的话，我应该是留隶属的那一张才对的。哦哦，这个样子的话啦哈，嗯，这样哦，哎，まずこれです。然后这个样子。トランクス、やったな。嗯，这边的话当然就没办法让他们摆在一起了，因为一个节前面一个节后面嘛。哎，52万、41万、34万。对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主动技反正不会受到招，那么就可以直接开，继续降低敌人的那个伤害。然后看一下哈，现在的状态，马子哇，哎，52万、24万、3。这个样子，然后哎，大量刺珠回血，最后大量刺珠回血。那么只要不死，那么就下一轮应该就会比较好过一点。对，五连必杀的可能性1100，18万。哦嘞，这个是彩星大佬嘛？哎，老实说，有一点算是完全做球给这个关卡这张大特。不过大姐没有这个感觉。OK，X 字斩，然后对方的必杀没有哇？哎，不是吧？等一下，大特，您的连击，是连了很多下，但是全部连普攻是什么意思啊？OK， 然后北极大父子是必定会信，然后可惜站在三号位了哈，就没有那个。70%的 extra 加成啊，我应该还行吧。连击，这次真的是很需要你的连击必杀。喂喂喂喂喂 ，safe， 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对，那么这边就 Zamasio， 就由我北极豆来解决你吧。ベジットだ。そしてこれがベジットブレーだーで、我记得就是顺序应该是要这个先开嘛。嗨，颜面摩擦，哎，颜面按摩。俺のスピードにはついてこられないか。おりゃたまりやがれ。いや，这个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回合数我要看一下，是不是三个全部解完先 ？OK， 没有彗星干。啊，第六回合，那么最迟下一回合我也是可以解决敌人呐、啊，那么就 All right， 超嗨的。哎。その目に焼き付けておくんだな。これがベジットの真の力だ。ファイナル。ファイナルカメハメハ。OK， ザマスよ。如果你可以活得过这一回合的话，我就算你厉害。哎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但是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想这么多了。じゃあな、ザマスよ。で、まずは六连必杀的可能性。嗨。没有什么跌倒攻击。有一手，看来
既然被应该没什么机会触手了吧，这边六连必杀应该是可以直接带走了。海动，OK， 好彩那个第一回合，然后那个小五没有被打死。老实说，如果要挑战无道具的话，这个队伍是没办法啦，尤其是有那个五周年祭北极豆的关系，那个全体攻击在，然后就只要带着北极豆，我就没办法做到了。有减伤的情况下还被打28万，没有减伤应该是直接破40万了，会死。甚至50万都可能性啊！哎，吃不住我的 Final Fest， 连一位北极豆都撑不过去啊！咱们是有。OK， 这样子的话就直接把这个红区的任务全部解到完了。算起来，谈一下哈。那这个队伍老实说是偏豪华啦，因为要有最新的北极豆。如果没有最新的北极豆的话，北极大父子带队，然后组这些旧角色，然后可能再塞一些其他人，然后好友还是用这个啦。如果自己有抽到的话，就用大特带队也是 OK 呀， yeah， 还行还行。有道具的话没有到特别难，但是无道具的话应该会非常的难受啦，至少这样以这个队伍来说啦。可是假设可能换成比克队啊、武道会悟空队啊，应该是可以做到无道具的啦，因为毕竟他们本身前期够硬嘛。看一下那个任务应该是全解了，全部解放，然后有一个是上一轮的任务我还没领，那么这边就一次过领到完吧。25颗龙石加上通关，然后35张，然后这个 supporter memory 拿到了，那么之后就会把它给拿出来尝试用一用。 OK，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